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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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珑塔，送给你们啦！来，我小弟呢？刚刚身上一老僧，这个身着哪都几斤增。若问老僧名高迈，是曾经的黄河九更清。五百零斤轻一斗，是一共四千五百斗。老僧更有八个徒弟，是八个徒弟有法名。大徒名叫青头愣，是二徒名叫愣头青，三徒名叫僧三点，是四徒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名叫奔咕噜霸，是六徒名叫霸咕噜蹦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是八徒名叫化随风。老师傅教他们八徒弟，是八仙过海显奇能。青头愣会打金，是愣头青会撞钟，僧三点会吹管，是点三僧会捧声，奔咕噜霸会打鼓，是霸咕噜蹦会念经，风随化是会扫地，是化随风会点灯。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是老想换过来不可能。愣青打不了青，愣青是青头撞不了愣青钟，点三吹不了僧点管，是三点捧不了点三声。老师傅一见有了气，是要打徒弟准八名，眼看八个徒弟要挨打，是再见来回云游僧。谁能数过来玲珑塔，谁就是那个大师兄。谁要数过来玲珑塔，就叫那夜归到天明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是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头一口经，是一个灰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正四两，是旁边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条腿，是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头三口经，是三个灰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是旁边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条腿，是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头五口经，是五个灰子五盏灯，五个金铃二十两，是风儿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八腿，是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头七口经，是七个灰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八两，是风儿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我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六腿，是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头九口经，是九个灰子九盏灯，九个金铃三六两，是风儿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七层，十一张高桌四条腿，是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个饶脖十一口经，是十一个妹子十盏灯，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，是风儿一把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高桌五十二腿，是十三个和尚十三个经，十三个饶脖十三个经，是十三个妹子十盏灯，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，是风儿一把响花灯。塔玲珑宝塔，我们从一层喊到了十三层，送给所有的小伙伴们。直播结束之后把你们放下来，喜欢的记得帮忙点赞和分享一下哦，亲。